美術創作啦，同埋美術部嘅同事喺電影界貢獻咗好多年啦。啱啱行入去嘅時候，你見到啦，牆上可能會好多繪本啊、手稿啊，或者係以前嗰啲設計圖啊。咁啊，你感覺上哦，都疑似營造嘅氣氛啦。但行到去第一件魚褸，綠色嗰件，唔係啊嘛，點可能 keep 到咁好啊？好多年前，咁由嗰件開始，裏邊就發現好多係真嘢啦。有即固有啲，因為好多時啲衫 keep 得耐，六幾年到而家，你唔係真係好保存咧，冇可能真係會留得翻咯。咁但係裏邊原來有成七成八成嘅嘢咧，都係堅砌嘅，無論要舊化、質感啊、味道啊，成本有限，所以咧喺電影啊同埋我哋拍攝團隊嘅製作裏邊咧係可更新㗎。